今天又格外暖和了。现在我们在长岛的 Long Beach， 也叫长滩吧。这个小镇的树的叶子都已经落了，不过在这种冬日下看着特别的漂亮。这些房子都是紧挨着海边上的，所以整个小镇很有度假村的感觉。从这里走到步栈道特别方便，因为现在是冬天，停车位也特别多。一走上这个步栈道就可以看到大海了。这个步栈道有好几英里长，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正好是它的一个头上。这是当地图书馆放的一个小盒子，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拿书。现在还没有到四点钟，光线非常的柔和。这个小牌子是纪念在1836年的新年之夜从英国来的船，就沉在离这里200码的地方。现在海边的温度有10几度，所以在冬天来说是非常暖和的，来海边吹风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咱们这个海滩真是一望无际啊。虽然已经12月底了，海滩上还是有几个人在冲浪。我们这眼前就有一位，现在暖暖的这夕阳打在海边这个石头上，金灿灿的，格外漂亮。摄影爱好者是没有浪费现在这个黄金时刻。那个冲浪的小伙子特别的友好，看着我在摄影，在我镜头前一次一次的跑来跑去的。一转身，月亮已经高高挂在天空了。